自林心如和霍建华认爱后，一直备受网友和粉丝关注。7月6号晚，林心如在巴黎与某杂志一起直播，在直播时林心如与网友开心互动，满脸的幸福。在谈到马上结婚的话题时，网友纷纷送上对两位的祝福，林心如开心回复表示感谢，我会幸福的。有不少网友在直播中给林心如发红包，林心如还心疼网友，不要再发红包给我，你们省点钱。有不少人问另外一个人，霍建华在干嘛呢？林心如略有羞涩地表示，你们一直问另外一个人干嘛，他又不在，巧妙避开。有网友失落地调侃称，我的老公变成你了。林心如则调侃道，那他就是你前夫了，真是非常可爱逗趣。霍建华与林心如5号透过经纪公司正式喜讯，7月31号将在巴厘岛举行婚礼。外传两人急着结婚是因8月份都要工作要忙，另一传言则是林心如有孕，双方经纪公司并未对此回应。